今天料理二三把他的 camera 交给我了，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早午餐，我吃一口喽。好绵密哦，我两个都蛮喜欢的，就是很喜欢五花肉跟泡菜。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今天料理二三把他的 camera 交给我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凯在厨房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很多粉丝都问你说啊，平常早上的时候上班又忙，然后又赶，要怎么样才能做好吃的料理，快速又简单呢？对，没有错，我们早上啊，每天起来的时候都想要十分钟多睡觉，所以没时间准备东西。我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，隔天的饮料先准备。真的吗？不会变黑吗？不会黑。正常的，比如说马铃薯呀、苹果呀，或者是红萝卜这些的，太早打的之后呢，会变化的。但是我们有一台机器，九分电机器，这个用的话呢，不会有丝变化。在韩国哪边最红的果汁机器是这个，所以你也知道这台机器？当然知道啊，很红的，他们用的很有名的广告在广告啊，真的、哦？那你也很有名喽？我没有有名啦。你今天是用紫色的地瓜对，但其实紫色的都可以啊。为什么丢到果菜之机还要切得那么漂亮？因为这个要装饰呀。这样的薄片吃的时候呢，过来这边看一下，上面的糖，一些肉桂粉。就这样做好了，就看着一般的机器都一样呀，但是用的时候才知道不一样。这个留下来的地瓜要进去里面，还有呢牛奶。你这是温的牛奶吗？还是是冷的？对，冷的。你要吃热的话呢，当然加都可以啊。喜欢的甜度加糖也可以，但是我建议用蜂蜜。打开之后呢，进去一下，这样子就。盖子这边有两个一起充电宝的 button， 还有震动的，所以先这个按一下，就让你们声音听到吗？咪，这个的声音器里面就要充电。这张的真空包之后呢，打的时候呢，里面不会有空气啊。其他果菜汁机好像没有抽真空的功能啊。对对，还有他们有这个，里面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冰箱放里面之前再的真空会进去的，也是不会换那么多换。所以这张的之后呢，再开始打。这一开的时候呢，这边按一下之后开，这边呢再直接按一下，声音机大吗？开。你们看一下里面，好稠哦，好像雪一样。里面没有颗粒的东西。这张是我们韩国有现在有游戏的地瓜拿铁。你打一杯给你儿子喝吧。儿子喜欢甜的，所以我加蜂蜜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难怪这一点一点放一下。对，小孩子的话简单。所以你加点五谷杂粮在里面打，一起打就对。对。这个是小孩子的，我要做我自己的。我比较喜欢黑多，因为白多跑越来越多。南瓜子，还有嘞，人参，人参进去的时候有一点有苦味有出来，所以就是少不了蜂蜜呢。这样子就打一下。这张多我的早餐的饮料黑人参牛奶嘛。黑豆浆，黑豆浆，真的像豆奶的感觉，看起来好浓哦。就这样。这是我的早餐，很香。你的话，我们这边多加牛奶、坚果放进去。这个是太太的地瓜牛奶。你这个准备之后呢，这张放之后呢，可能颜色会变化，里面有很多空气，这个影响到这个的新鲜度新鲜度嘛。这里清洗一下。再一次真空一下，所以它真空好的话，它自己会停。对对，会停。这个准备之后呢，冰箱里面放，还有明天要加热多加热喝，它都不会溢出来哦。不会，真的哎，不会了，因为它不是哇塞，对，真空已经好了，所以不会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机器的好的部分呢，所以你们呢很棒的时候，这张的想法也做出来还不错啦。很多粉丝都想要问你说，怎样是简单的早午餐选择？像这种，我现在简单的东西准备给你们，先准备面。面的基本上有橄榄油，还有盐巴、
它需要11分钟，真的11分钟。清蒸的部分的话呢，这个什么佐餐岛罗勒吗？罗勒没有的佐餐岛也可以啊，还有一些帕斯里、松子、橄榄油，切一些盐巴、七子粉，这样之后打一下。那这个有要真空吗？哦，我要真空，因为我不要里面有空气，太多的空气。开始打一下，这边多，你们看，哇，好浓哦！对啊，里面没有空间的。这张多，简单的完成了。这个还要需要时间，所以这个不一定的动作，但是你们有做啊，面包会融。加一些橄榄油、大蒜，炒一下。清蒸的部分的话呢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意大利面，汤汁不是那么重的，清淡一点的菜，海鲜还有鸡肉比较适合。汤汁出来的时候，多点进去，翻切一些鸡翅一下，我再一次炒。面进去，这里一些黑胡椒粉跟盐巴进去一下。一点一点而已，青藏经这个不用炒哟，炒得越长越炒的时候有绿色变化，黑色哟，拌拌一下，这样，因为家里做的时候呢，火的管理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很容易颜色黑掉啊。最后橄榄油一点点，葱子一点点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早午餐选择哎！平常我们都太忙了，没有办法好好吃。你吃吃看呀。我吃一口喽。好绵密哦。你要不要吃吃一口看？怎么样？很细哎。我吃吃看青酱。好香哦！这青酱应该可以保存蛮久的吧？我觉得两三个星期没问题。但是就是不要把它打开就对了。对啊。吃一个火腿。你喜欢海鲜或者火腿？我两个都蛮喜欢的，就是喜欢五花肉跟泡菜。那你是怎么样选择一台好用的调理机嘞？我的话呢，一定漂亮，因为家里放一直放对嘛，我们也每天看，别的人家来的也看，所以一定要漂亮一点。还有呢，常常用的话呢，有一些机器的话呢，很容易热，会热吗？不会热吗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。还有呢，里面看大便，正常来说四个，但是这个就六个比较好，因为打的力气也不一样呀。最后看的时候特别的功能，所以我这个机器买的时候看的时候，哦，中空的功能是什么？我也那个时候很不清楚。几次用过的时候，这个功能还不错，这张选择机器呀。OK， 那这次料理23的短片就成功喽。拜拜。